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最后一轮的比拼，看看哪家公司更加团结一致。好，那么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，等一下会给大家一个剧照，这个剧照呢会有一些遮挡，所以呢你们要答出的是演员名、角色名和剧名，三个人一人一个。我们只有两个人怎么办？你们两个人有一个人，其中一个人打两个。哇，得亏大哥没过来，大哥一过来，大勋哥一个人打三个。对。好，第一轮来喽，首先请王总代表队先来。我们先啊。对，好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刘亦菲，小龙女，天龙八部。回答错误。神雕侠侣，天龙八部。小龙女是天龙八部里面的哈。那我问一下，神雕侠侣跟杨过好那个他叫做周芷若。杨过好那个叫姑姑。说实话，我刚才都没渲染这道题不容易的程度。我觉得节目组对于好六三傻，不是好六三帅，三帅的偏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，居然还能答错。哎，行，哎呀，天龙八部。好，那么下面就到了杨总代表队。嗯，这一题是紧跟时事的。对，在热度上。对，在热度上。请看大屏幕。啊，狂飙，高启盛。啊，狂飙，高启盛，高启盛，啊，高启强。裁判组就得这么果断，对，不给他们改题的机会。公平，公平。你们还议论了半天。为什么说出了高启盛呢？朋友们，没关系，很简单。经过刚才的游戏，大家多多少少脑子里都进了点水，好不好？安宇，咱控一控，好不好？对，高启强、高启盛，这个要分清楚啊。好，下面真的，你们这题容易到。互相提醒一下，就别慌，五四三二一，想好了再说。嗯。请看屏，请看大屏幕。回家的诱惑。谁呀？谁呀？剧名答对了，凌潇肃啊。我凌潇肃我知道，但是那个你说凌潇肃啊，这样压力不就给到大勋那儿了吗？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。嗯，没有一把。再来吧，下次一定。那对洪世贤呀、啊，对。就这一题，就他们前面的都没说是送分题，就我们这题，这还不送分、啊？这还不送分啊？这洪世贤谁能想起来啊？你们谁没有看过这个表情包？我就问你们，真的。我太遗憾了。你别唱了，刚才怎么不得劲儿呢？好，来下一位，五四三，不能交流。五，拜拜。好，我要选李白。上车了，走你。不是像一阵风吗？是像一阵风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。风还有啥呀？我要像风一样自由，风雨彩虹铿锵玫瑰。吹呀风吹，那叫大风吹。大风吹。这两句大风吹呀吹。你现在厉害了，现在你挺厉害。有啥用？嘎嘎唱。这里的真好看。花有什么花？啊？花有什么？玫瑰花的葬礼，埋藏在深爱着你。
绿有什么？绿。哎，真的绿有啥呀？绿是什么什么绿光？哒哒哒哒哒。一个奇迹，一个什么？哎，没有，这个没有绿啊。绿光在哪里？光在哪里？对。哎，绿还有什么呀？绿光在哪里？绿光啊，绿。我到就会这么一句吗？绿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。绿去哪儿了？红橙黄绿蓝。还在复盘失败经验呢。他们一下来把所有的歌全想起来了。哦，我们这上场不行，上不了台面。对，上台面不行，上不了台面。台下一顿练习呀。对，窝里恨主打一个。可以了。你像个老板，那怎么给你？你像个王子。我们这老板一点也不像老板。一个大飞起。哇，他们的名字很厉害哦。是吧？你赶紧想名字，不能输。名字啊？不能输，他们肯定会想的。名字。我们就叫世界五百强。我们叫五亿公司怎么样？五个亿的公司。五亿公司。我们叫收购世界五百强。说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叫收购。你想叫这个，我们就叫这个。名字你们有了吗？啊，还有公司名字，公司名字，还有公司名字。哎，公司名字什么名字啊？想想，快。咱哪些人一个公司啊？咱们都哪个？咱们是谁跟谁是？跟我们一个公司。你跟我们一个公司吗？那你过来干啥？问题是要。把我放在你们这是帅哥里，先想名字来，咱们一开始把丁儿叫过来，丁儿，咱们先想，叫熏不死你，大熏是吗？叫什么呢？魏大勋，秦霄贤，王鹤棣，丁鹏鑫，大地。秦霄贤，你们这叫闲人公司，叫闲不住，闲一地，闲一地，大闲地，来了，大闲地，魏大勋，还有丁程鑫，秦霄贤，啥呢？叫闲着给点钱。叫什么？不知道呀。你们叫闲一地，大闲一地，大闲地，应该想大闲地，大闲地。丁儿呢？没丁儿的名啊。大闲地，大闲丁儿，大闲丁儿，大闲地。你叫地丁儿，地丁儿叫大地丁儿，大闲地丁。就是大地丁儿，就大闲地丁儿。叫啥？大贤弟弟，大贤弟吧，那个弟就是两个人，所以今天你是不是跟进我这个腰？我是大贤弟，大贤弟，但其实杨总其实就大贤弟。又是老板啊，倍儿棒，太棒了。哟，我们老板是谁呀？他。哦。他呀。原来是你呀。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好老板。你就好好跟着哥哥干，就好好让你在这趴玩的开心，好好跟你飞黄腾达，绝对让你玩尽兴了。你这个是认真的吗？你要啥？我随便，我随便。这猪蹄和这个泡的这个，贼好吃。你来个猪蹄。猪蹄呢？这个，可以。这个也好吃，这叫什么呀？豆腐吧，豆腐那个叫豆腐，不知道豆腐，但它长得就像豆腐一样。豆泡。
客厅。拿完了，拿完工资了，拿完了。你在干啥呀？你在干啥呀？好香里边，原来这是飘出来了。哇，真的蛮香的。哎，他们三个同时在里面，特别像这家店的员工，真的。你快看。来来来来，来，汤就不要了。还有啥可以找我找？好像也没啥了。行，就这么着吧。我看里面。给我吃热了。哇，好吃。嗯，嗯。就开一家有火，嗯，是那个啊，它就是那种一大锅卤味儿，卤点什么藕片呀、土豆啊，藕片、土豆，在那种校门口，嗯，是吧？校门口，尤其是学校门口。星期六精彩看不够。